随着人口老化，香港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亦显著增加。近年更多了人愿意花费到私营医疗机构就医，有业主就看中这个商机，将旗下物业打造成全新的医生大厦。这次为大家介绍的 HealthFora 位于铜锣湾中心地段，是一栋全新医务商业大楼，由顶级建筑师、室内设计师和照明顾问打造，完美符合医疗机构的规格和需求，为医生诊所、影像诊断中心、体检及治疗保健中心等提供一个专业的医疗服务集中地。物业楼高20层，每层面积由约千余尺起，价格方正实用，大厦承重、楼底高度、电力供应、空气净化系统等都采用高规格配置。低座一至七楼的玻璃幕墙更别具用心，采用可活动式框架，方便直接从外运送磁力共振、电脑断层扫描器等大型医疗器材。部分区域更设有免触式感应开关和无障碍设施，方便轮椅出入之余，更可避免细菌污染。周边交通非常便利，港铁铜锣湾站行过嚟只需要三分钟，离圣保禄医院亦只是五分钟步程。大厦门口可以停车上落客，附近亦设有足够的停车场，方便揸车人士。邻近的怡和街、轩尼诗道作为过海巴士主要途经路段，两旁巴士、小巴林立，前往港九各区非常便捷。如果对以上物业有兴趣，欢迎联络中原工商铺。